Hello， 各位所有小兔的兔粉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Hank，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要帮大家介绍一款新的神牛的那个诺丽系列的最新成员，就是 M600R 全彩的大出力的 LED 持续灯。那这一支呢，算是他们第一支在做 RGB 来说做比较大的出力。那有什么样的特色？今天帮大家简单做个介绍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灯体的部分。 这一次它灯体呢，采用了比较成熟的设计，就是这种大型灯具常用的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它的接头这边并不是我们传统的16mm， 它是用大型的这种重型的 A 头，所以它没办法用一般的灯架，一定要用这种重型灯架，这点大家可能要先注意。然后固定起来之后呢，这边这种重型灯具一定会附的防掉绳也有。那灯具的本体呢，本身是有做一个快拆的结构，就是要是你想比较快拆下来，未来可能搭配其他支架的时候，这里压着搬下来，然后另外一边。 压着搬下来之后，它就可以把它整个举起来做拆卸的动作。对，它这个本身有做快拆的结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灯具的卡口是保温卡口，这次它搭配的是一个新设计的 BR45 45度的反射罩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结构，而且前面这边有做配件的固定座。然后接座这边呢是采用安全的防水接座，因为它这个本身有提供 IP 系列的防水，所以基本上在室外。 使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雨的部分对灯具造成影响。好，那我们往下看，这边是它的控制盒。控制盒本身呢，除了放地上之外，它也有附这个夹具，所以你除了灯架上面上使用也没有问题。然后这边开关在这里，我们先点亮。好，启动之后呢，这里是它的操作模式，它是4个选项加一个旋钮。那首先 ，Mode 这边我们先进，它有标准的 CCT 模式，双色温，那一样是以1% 的维度去调整。那色温的范围呢，是从 最小1800K 到最大10000K， 然后本身这边洋红跟绿色还有100%的调整，对，所以针对不同厂牌灯具想要做配合的时候，微调范围相当大。好，第二个标准的HSI，那它是蛮直觉化的设计，就是旁边有直接给出这个色轮，所以你在调整上是色相的时候，你可以很直觉地看到你今天的。 在这个色轮坐标值在哪里？像色相跟饱和度，可以比较直觉的在颜色坐标值在哪个位置。那第三是也蛮常用的 RGBWW， 就是红、绿、蓝各灯珠的出力跟白光的出力，利用这个去做各色的调整。那再来这个是通常比较专业灯具都会有的，就是灯光指模式。它等于说你可以选用2大灯光指，像是 Rosco 或者是力的灯光指，然后这边再选择你今天灯光指的 类型，然后这边是灯光指的色号，再加上你的起始色温，对，这边都可以做调整。对，就是专业灯具都通常会比较有的模式。剩下这 XY 就是也是专业灯具比较会有的，就是你在 XY 轴上面的坐标值，对，去调整你的色域。然后最后就是特效，像是闪电啊、灯泡啊这些，或者是全彩灯通常会有的循环，对，在这边。好，这边是模式的设定。那接下来我们进选单。 选单的部分有常用的，像是 DMX、CRMX、无线 DMX、蓝牙、那个网路，对，跟 Rnet， 对，网路协定控制。那接头都在旁边都有，我们可以往下看这边。这里的部分呢，它的这是电源线插座，这是48伏 input， 要是你有外接的电源装置，走这个接口，提供用48伏提供给它电力。这个是网路接口。那在另外一个方向，这里的话 USB 是跟新正体用的，然后再來就是 DMX 5 pin 的 DMX in 跟 out。 走传统有线的接座，在这边，对，所以它的控制方式的界面也是给的非常的完整。然后那剩下可以设定部分还有像是调光曲线，这个也是大部分都可以设定的，像是线性、S 轴、指数跟对数，看你光从亮弱变暗的时候，对它变化的幅度。这就是控制模式，然后色域它一样可以限制你的色域在，像你今天拍摄的影片本身是在标准 sRGB 2020P3 色域709这边。 对，都可以这边指定，因为某些颜色是在某些色域是显示不出来的，所以它可以让它限制起来，让你比如说打出来的颜色，你现场看还是有点落差这样。然后最后就是风扇，它一样有自动、中速、高速或者是静音。对，静音的话就是在你某些场合你真的不能有声音的时候，它透过限制它的亮度出力，然后把风扇关掉，也可以正常使用。然后最后就是荧幕的亮度，然后语言跟版本，还有回复出厂设定这边。 那剩下2个模式，一个 lock 就是避免误触，所以按下 lock 钮之后没办法进行任何操作，再按一次解除。那 preset 就是要是你今天有预设值，你可能常用几个模式，你可以设定在 preset 上面之后，你再直接进来，对，你可以保存之后，你未来进来这边就是它的预设值了，在这边。那上面接头这边有个天线，然后这是要未来外接控制面板的一个接头，这边对。那因为这一支不错的是它基本上还是保容接口啦，所以说要是空空配件的选择来说也是不错。那剩下这个新的标准上，我们上看它规格来说的话，它的亮度的功能也不错，因为像。 它的裸灯在3米的时候， 5600K 是在2500尼特，可是装了这个 BR45 之后，它可以到12009尼特，几乎增量了5倍，在3米的部分，所以它的效率本身也是蛮不错的。那以上呢是这一支神牛新的诺丽 M600R 的介绍，功能介绍。那这支灯具呢，目前在小兔这边已经有现场实体的展示了，欢迎有趣的兔粉们可以直接来现场来直接参观测试比较这样。那我是 Hank， 谢谢大家观赏这支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